啊，他刚刚问你说郑运鹏的儿子最近很红啊，他就已经要避重就轻了。结果，爸爸好像没有杠精，应该是很平衡。居然都在讨论他儿子很帅。郑运鹏年轻的时候我也看过。那你跟郑云鹏谁比较帅？年轻的时候，当然是我了。那你觉得他应该进入演艺圈，还是进入政治界？是到演艺圈来跟着岳云哥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政治圈有现在有时候选得上，他选不上，他选不上比刚对不对？他不如来这里，对不对？但这里也有红的。他说现在要去哪一间呢？就没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说因为经纪公司还在谈，他给我答案是经纪公司还在谈。所以他有男朋友吗？本来有啊，但是后来好像就不联络了。对，因为可能吧，可能也不是因为外在原因哦，两人相处都有个性的问题之类的。对，我也不是他的发言。他们这种会赚钱的女生，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就会想通想开了，就觉得谈恋爱是太没 CP 了，浪费时间。他男人也没几个好东西。哎呀，你这个臭皮囊。因为我比较关注那个谐星的事情，啊、如果不是谐星动了，我就没那么关注。他是从谁提分手的？这个我们要聊先和平。和平。啊，你不是个性不合，还是每个人生涯规划不同？生涯规划了，都还想要认真再拼一下。现在都经历了会骂。有新闻有出来了吗？你看他的回答方式就很假。哦，真的吗？没有，真的。其实他心里面早就知道了。你就分手以后，你没有再关注他吗？就是是朋友，但是就是现在就比较少在联络这样子。所以你们是可以自然而然就约出来再吃饭的那种。其实一直都一直以来都是可以，我们没有交恶或是任何。那你午夜梦回会不会也会想起他？有时候半夜我醒的是被泪水那个。那结婚下来去会吧？我建议不要，真的。他如果会炸你，他也会炸我；他如果会炸你，他也会炸别人，所以就会有一桌情侣。你跟他另外九个情侣有坐在一起，你窝囊掉了嘛？不会啊，其实九个其实我都认识。所以真的可以坐一桌。应该是。